可。店主人不知是商鞅，告诉他，根据商鞅制定的法令，没有证件不能留宿，否则依法处罚。商鞅不禁感叹说，立法的害处竟达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只得连夜逃往魏国。成语做法自毕由此而来。家家做法自毕井号，意味自己立法自受其害，比喻自作自受。